这是金泽县金泽的前鹿谷苑，也就是尖六园。尖六园是日本三大名园之一，伊是日本回游式庭园的代表作。大理鸡山代表伫大海内底有一个忠心不老的神仙岛，所以回游式庭园就是尽量利用土地，人爱走入内底去欣赏着神仙的世界。瓢池是修仙建恒的五大幻主纲纪，伊伫瓢池内底去了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个神仙岛。这喷水池毋是斗阵的哦，伊是用着水位差来造成喷水效果。伫垦乐谷苑内底所有的石灯笼造型拢真特殊。嗯，看入去应该就是金泽县这个城市啊吧。燕心桥是将着十一地的石头摆作亲像燕鸟咧飞行的形，听讲若是行过这座，也就会当变神仙，即马一定袂当行。这是一只古早型的用木做的小船，会当游湖。本来想要来遮练一摆地，好好家己欣赏，再挂一块牌仔出来。好，安尼只好游到遮。